由黃錯標係2011年冬蔭全界調收就中海花園物業，曾任全港地表事有限，其後由關嘅物業就任蔭全界調人氣號裝修，設有健身房、書法房、健身房等，原本嘅兩間客房亦都被改裝為儲物室，裝修費高達300萬，當中包括以30萬元委託市民建築設計師何周禮設計物業嘅費用。全數費用都係由黃錯標公司支付。控方指黃錯標並唔係慈善基金，作為商人會期望付出得到回報，例如取得黃錯牌照，令佢可以逃利。 控方指曾蔭權暗中行事嘅方式係佢受賄嘅跡象，政府、行會同公眾當時都唔知情。澳門政府發表國家減災委就上月颱風天鴿吹襲之後，政府專家組進行嘅工作報告。報告指天鴿吹襲造成嚴重破壞，凸顯政府嘅憂患意識不足，防災準備唔充分，重要基建設施。 設防標準唔高，凸顯城市脆弱一面。澳門政府嘅防災減災同應急管理機制欠缺，人才器材不足，監察預警能力有待加強。工作報告建議澳門政府盡快進行內港海防區防洪工程，設立救災隊伍培訓基地，以及增設定眼轉移同安置場所等。 呢一节新闻报道完。天气报告：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晚间最低气温大约28度，明日部分地区有烟霞，天气酷热，最高气温大约33度，吹微风。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，同有几阵骤雨。 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，随住二酷热天气警告正生效。天气酷热可能影响健康，市民应提防中暑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70%。雷霆88.1，广州广日版。你以为自己有好多钞买到啊？啲人寻唔到港，你嘅赌本就唔关事。 幸福会发财，甚至连自己都容易发财。为咗自己同屋企人，求实啦，求唔到房，你会得到保障。联合基金介绍热线1833433。八八一，一马当先，跑马先排名，开马十公里。 马蹄声，骆冠豪，梁浩然、叶伟恩、高庆。好啦，嚟到第六场啦，咁啊，三班先喺三个杯赛嘅13分钟后开跑，都用位置最原本十一个红星系前九队嘅原本位置，咁啊，装备变成咗三只马啦，即系个红福再来开出嘅，咁啊，加个头罩啦，同埋挡力咁，挡力都系嚟快噶啦，冲紧下方。咁啊，嘅有情人啦，今日加个眼罩加头罩啊，咁啊，都叫做佢。 外地嗰陣時咧都贏過馬嗰陣時咧，就用眼罩嘅。咁啊，今日用翻去外地用馬時嘅裝備睇下會唔會有好啲水準嘅演出啦。瑞幸波機咧見到隊長贏十一個紅星做膽，佢哋有2號玉馬、2號星、3號星堂，攞住埋個紅線關節堂。咁啊，點都好啦，又有幸福喎。所以今次幸福係重喎。都係再來波神。哇！如果呢場嚟得好緊要啦，啲歐洲馬嚟。嗱，不過咁佢唔係話2歲至3歲嗰種嘅歐洲馬，佢係4歲去緊對噶啦。咁你擺翻。
Thank you.
八十二人，同埋呢班班都爆到真係手好彩咁，又唔話好冇人有嗰兩仔喺度啦，咁當然要繼續期待啦。咁但係如果政府教育咧，麻煩啦，呢個要做啲工具啦，好似咁多都係暫時啊，都係真情啊，熱門情啊，大家認真去做埋合作咧，單係一班喺嚟上市咁嘅走勢，應該冇乜問題啊，都應該係攞嚟做膽嘅。配合比較麻煩啲啦，因為咧今日就應該好似係利後上少少嘅，咁所以玉馬面升啊，飛鴻葫蘆都可以轉翻啲。八十之後其實都冇嘅，即係一撞咧就有少少上嘅感覺喺度啦。咁如果遲少少八啊，即係唔係話太過起伏嘅話，就覺得八啊如果都係爆冷嘅軍狂咧，可以諗下只有情人嘅。今日就加個眼罩，即係個裝備咧就唔係一個好正常嘅裝備啊。但係上季二咧，佢試過追過一段嘅，咁呢啲馬都可以睇一睇個走勢嘅。咁啊，都係中意一十一啦，個頭都係。十一多重要啊！你可以睇佢上場前四班啊，時間係平台平均當夜馬啦，馬肯定正常嘅三班咧冇問題噶啦。要賣潘俊咁啊，都信心足咗咯。我哋同阿隊長話齋，呢只馬喺呢個分起步爭百萬嘅競賽咧，係佢好大優勢嚟噶啦。我相信都會成績進步噶啦。馬優若乜嘢上場都犀利，不過咧，我而家佢要讓十一磅，讓十五磅嘅十一號咧，可能吃力啲，都係十一號嘅紅星嘅首選啦。就五分鐘開打，隔離個名係國風馬上梯。第六場三班跑千二米爭杯賽嘅場合，話成為大熱門咧，就係十一號嘅紅星2.6倍嘅大熱門嘅。個潘頓啊，當然唔會放手啦嚇，呢只馬啱啱即係係啊，咁啊係啊，啱啱跌倒個上次咧就係啊潘明輝嘅話，細潘轉咗大潘，咁啊其實潘頓都贏過啲馬呢個路程，好記得啊。咁佢又贏得幾多嘅啊？嗰只表現都持續多啦嚇，但係咧都已經有幾好嘅成績噶啦。即係紅星今季嘅狀態真係初出展現佢靚啦，上次再啲尖啦已經贏咗啦今日咧可唔可以維持到嗰個水準咧？嗱，今日出嚟行圈咧，佢就少咁啲氣勢啦，因為始終咧個身就算係輕嚇，特別狀態唔係曳嘅，但係夜馬比較咧，佢嘅身體咧都係生咁少少火而可能輕抽咁嘅程度多啦嚇。咁會唔會仲更加好跑好多咧？都要留意下今日個輕磅對佢有幫助啦。當又靚啦。依然係個潘頓接手啦，咁啊，即係啲條件咧就幫到佢好多嘅嚇。對手當然要睇下有冇喺度啦。個一號嘅勇敢傳説買個榜重啲啫。啊，呢只馬靚㗎，今日出嚟行圈咧，實實正正，成成隻馬都亦都收斂咗啊，行得咧氣定神閒喎。睇佢個盤頭咧，一班咧佢仲有啲優勢嘅。啊，唔係呢個時候用埋佢咧啊，都要值得留意。啱啱又係贏咗啦。佢唔笑，睇下今日咧再騎翻上去咧，會唔會係騎得翻贏馬嘅水準啊？咁呢只馬都係靠住後邊嗰段湧上嚟嘅啫。咁啊，至於話二號嘅玉馬妙星咧，照計佢嘅追趕能力都足夠嘅。不過問題就係咧，呢一馬經常出嚟行邊都有汗啊，上次汗水又有啦，今日汗水仲多啲添啊，咁熱嘅天氣。咁啊，佢都係一隻咧，就喺狀態方面咧，佢係認真叫做咧，係對得好引人嘅階段啊。咁啊，只話三號嘅冰糖葫蘆啊，呢啲馬咧就冇急啊，今日出嚟行圈咧，哇，兩頭飆。咁啊，只馬馬身養得幾靚嘅啊，佢衝起曬條蛇，睇下佢係佢呢啲起步嗰下會唔會有事嘅，即係反應啊。我覺得佢起步咧都比較成熟啲啊。咁啊，四號馬嘅紅福再來咧，仲急啲啲，呢只馬咧通身就係有紅福。佢本身個紅水都雖然唔係裝咗冰糖葫蘆，咁啊冰糖葫蘆咧，吸管上嚟呢個運氣，俾人有成績，有啲人買得夠標咧，總之就咁啊紅福咗落嚟咧，只馬亦都係覺得佢新年咧仲可以得一兩支馬，係堅守嘅水準嘅喎，咁佢新咧前裝係前胸後裝嗰個嘅肌肉配合得咧都得嘅喎，五六馬有成啦，呢只馬都係急嘅，呢一對馬見到佢咧試駕佢走正麻麻地啦，咁啊狀態方面咧，如果佢真係養壯啲，再靚啲嘅模式同埋佢收身。好啲啊！啲人買表嘅啊，呢一班嚟睇，咪主要話呢只就六號馬跌翻前輕啦。哇！今日打橫曬個身，話就比前邊啲天馬完全冇得比啦嚇。佢又係嘅，佢係正嘅身形㗎，可以十足嘅。咁啊呢只馬睇落喺份波咧，即係跌出嚟咧，黑黑撞，我諗都冇乜嘢難度啩。咁啊主要話出嚟嘅紫雲星咧，身形長同腰長啊，同埋真係大步嘅馬，係唔可以立到翻嚟咧？彎即係擺一擺牌喺邊度啊？好的，请收起刀，我是不会停止的，对着老娘的。
但係咧，外面生活咗咁多嘅話，你就唔出嚟行邊都攞個負責任，同埋發出呢個你射你嘅電話。咁特別好嘅，係㗎啦，特別嘅發出之後咧，標準上行到上嚟咧，都係覺得其實比較要留意下。嗰啲人上次值得留意嘅話咧，除咗有用咁，要帶到要關健康啊，特別係黃金之外啦，你可以抽翻發嚟嘅夾心丁，或者爆完再可以再爆嘅十號碼，直到時代咯，一六。好啦，咁啊就嚟要開跑啦，分鐘就得六場啦，但係點解十一紅星點五會到人一點三票嚟先？但係輸到一百十一嘅啦，要等時間，仲有五點二去為輸二點五，但係剩翻好少就紅星過來工作啦，十一號會有巴士時會嘅，但係三紅彩就一號六號四十會，但係巴士一六十一十一會，但係四紅彩就對十一號一號三號二號八十會，但係四條話一二三十一十二會。唔好夾。咁啊，三隊方面啦，依家啲排隊員，我先講差唔多啦。特別黃星係一點五倍 A 二隔夜半夜半三點七倍 A 三其他藍色就係三倍。特林特爾咧就其實方面啦，啊，都係一點三倍啦，跟住低點二倍，過嚟拉十倍啊，十七倍，全世界廿倍，三名票十倍，其實一百倍啦。特別一波人再嚟入站，大藍門有成人同埋滿貫先鋒。再嚟大熱門啊，紅星啊，二點五倍再一號啲都好難喎，三點四倍啊，今次升緊落唔該係啊，但係都追唔到，賺到好唔夠，不過追到好難嘅紅星。飛一盤啊，三一集啦，就係呢一隻嘅玉馬妙星同埋夾心星都搞掂。黃皮都有五塊同阿加班先至買五碼，就三點四關嘅比分。第一集啦，就三個差啲女嘅八七五有啦，同埋我哋嘅夾心星。三位有健康健康啦，但係問題就唔強啦。如果行成四位到數咧，咧後咧嗰啲小運星咧，如果要走第六位喎，跟住要做馬路星兵防護佬有嘅，咁呢啲就要福在龍啊，包場咧就滿貫先鋒嘅。可以上翻大熊股嘅時間啦，自己都勁追在嗰個長棒球啊，健康健康咧上到三二位嘅。咁啊第三位咧就長棒球啦，馬士士啦，馬士士人体智能品牌一箱，法国大使英国 IG 玉冠正进行超低特卖促销，全场两折起，低至99元，欢迎各位顾客朋友前来选购。休息，稍微休息，休息啦！你拉到三秒啦，好似之前咁，你拉得四秒大噶啦，就拉到你三秒升紧，最快最有劲嘅，得啦，系啊！加幾分？咁啊一百二十，譬如一百
16-7磅到啦，下次嚇，咁再贏多一場133磅，咁先再贏下一次都仲可以騎啊嘛，即係大波上眼喎，自己。入邊係拆裝嘅嘢。咩唔錯？唔係咁，你又本嚟虧㗎啦！一套車二點，每日翻單11嘅贏位睇咗先啦，就31倍。位置 Q 就38蚊啊，係啦，31位置 Q 38倍。我哋一樣命運啊，咁啦，接咗只中間。十八六一勇敢傳説就後上不及。乜地？咁啊，國能開曬之後都市場繼續有啲2-3啊嘛，102啊。金星金星紅星搭搭金星雙星咁要搵紅星唔得嘛，好啲雙星又好啦，你睇個畫面都畫面咁大，覺得好有味啲啲人。3.7倍位置6.7倍，六號嘅環保動力做贏18倍，位置5倍，七號嘅蓮花巨星做贏15倍，位置係4倍，八號嘅平天下6.2倍，位置1.7倍，九號嘅紅運爵士做贏29倍，位置6.8倍，十號神馬飛揚做贏73倍，位置12倍，十一號嘅李德福做贏27倍，位置2.7倍，十二號奇珍做贏5.2倍，位置1.6倍啊。第七場再試咁啊，六場位置大都係要馬嘅雷公咗，3.7倍贏1.6倍位置。咁啊，原本我哋呢個馬嘅跑數贏到3.8倍啊，仲有仲有138倍位置係2倍嘅。另外仲有2匹90倍馬分嘅十秒競爭，1.5倍六贏1.7倍位置，八六嘅贏1.5倍六贏1.7倍位置，四馬都13倍。呢排就8.1倍，另外有2匹贏位都係12倍啊！攞呢個八路嘅平天下做膽，開耀嘅雷公爵同埋十耀嘅奇珍，八都20倍呢2匹贏位就12倍，其餘連贏位咧都15倍或者以上噶啦。好，點解乜第6場賽事啊？4/4重彩嘅預計派彩啦，4/1號6號八路十一號派4/13蚊，4/1號6號八路十一號派4/13蚊，四重彩順序11/8號6號1號咧派9089蚊嘅，四重彩順序11/8號6號1號咧派9089蚊嘅。好啦，紅星睇下係咪真係會衝擊到個100萬挑戰賽啦？咁佢都仲有個勢喺度，係啊，佢著數㗎，係嘛？佢其實通常都好費事同你等啊，攞出嚟爭。同埋咧，你睇呢場咧，係好鬼肉。係啊。邊個一聽到咧都出咗嚟，即係喺我邊啊！跟住幾好，跟住係爭埋哇！一出頭都戰咁快啊！即係開正位前後五分，啊即刻冇跑齊啦。好啦，第6場賽事都福光而不派再作實㗎啦。跑第一名係11號嘅紅星，做贏派25.5，位置派13蚊。跑第二名係8號嘅澤新星，位置派48.5。跑第三名係6號嘅耀家健康，位置派20蚊正。跑第四名係1號嘅勇敢傳説，現形位81派315蚊。三重嘅順序11/8/6派1960蚊，單天681派503蚊，位置標81派105.5，611派338蚊。168蚊，第第6場嘅4連環，1號、6號、8號、11號派463蚊，4重嘅順序，11/8號、6號、1號派9089蚊，以3/9嘅左右型主座位 A 人派咗10蚊，跑運二馬贏到兩個馬位，2/3/5馬位，跑時間1:09.69，時間就係第6場嘅贏狀態。
我是欧锦棠，买嘢食买嘢饮，我哋都会睇清楚有效期。申请职业病失踪保障计划都要清楚地表期限。做紧指定高噪音工作嘅工友，可随时申请。如果离开咗岗位，转行或退休，就要在离开高噪音工作后12个月内递交申请，过期唔接受噶。如要查询，请打2723-1288。我翻飞睇住。好啦，今晚嚟到今日第7场开始咯，单一六人左右嘅人头嘅，去到1200万嘅，又有560万嘅报翻飞，又系差唔多系呢个10倍啦。一号新好市值60倍，二号工作4.2倍，三号睇住炒4.2倍。四号大运起11倍，五号快乐宝贝37倍，六号人保就60倍，七号连家最升10倍，八号平天下7.2倍，九号红运只是26倍，七号神马飞人71倍，十一号倍十二号奇珍咧就系5倍啊！过关飞落咗嚟之后咧，都系倾向啲冷门比较多啲嘅过关飞啊。例如啱啱3至6号嘅环保动力啦，呢一匹马就后补上嚟啦，由18倍啊落到15倍，主要原因都系因为潘顿已经3折嘅关系啦。仲有一只咧就4号大运起13倍落到11倍啊。今日告东嚟都有啲冷门嘅位置入到嚟啦。7号嘅莲花巨星啦，咁啊可能奇普顿嘅关系啦，15倍啊落到10倍啊。另外9号嘅鸿运爵士呢匹就少少啦，29倍落到26倍，10号神马飞扬都系少少嘅，73倍落到71倍，较为多啲。11号嘅瑞德福啊，27倍落到16倍，啱啱叶彩虹赢咗马噶啦，同埋12号奇珍都有微量嘅，由5.2倍咧落到5倍啊，好多只马4、6、7、9、10、11、12啊，7只马系有过关飞嘅，咁啊呢7匹马当中较为重啲，7号莲花巨星咧15倍落到10倍嘅。好啦，呢个时候咧先嚟睇下今晚嘅3T 都几难下，睇下有冇朋友做到正奖啦，同埋咧第5口孖宝嘅派彩先吓。咁先睇第5口孖宝嘅派彩啦。第5场跑第1名12号马君子精神，搭两第6场跑第1名11号马红星，派347蚊嘅。第5口孖宝正奖12号过11号嚟嘅，派347蚊。安排咗第5场跑第1名12号马君子精神，搭两第6场跑第1名8号马泽心星咧，派223.5嘅。第5口孖宝安排奖12个8号咧，派223.5。至于今日嘅3T咧。正奖实在太难了，我想一开场已经都飞一般了，真的都挺难的。已经密进团了。断得很紧要了。安慰奖派彩都不错的，有朋友做安慰奖的。头关第4场7号歌宝，11号难得宝，12号飞一般。次关第5场9号魅力之子，10号君子精神，12号自由王，未关任何组合。安慰奖派到143,447蚊。今晚的3T得安慰奖派彩，头关71、12，次关90、12，未关任何组合，派143,447蚊嘅。今晚嘅3T安慰奖派143,447蚊。如果冇朋友中正奖嘅关系咧，将有1,625,731蚊嘅累积波幅咧。但系到10月5号啊，10月5号咧就下星期4嚟嘅，因为下星期3咧系中秋节正日，嗰晚冇马跑噶。上月啊，大家记住唔好走出嚟马场啊，唔准点蜡烛噶。嚟马场上月咯。噶嚟马场上月，但系唔准点蜡烛噶吓。咁啊，星期四晚10月5号晚嘅跑马地夜马系中秋节正日先跑啊，跑星期四嘅。好啦，唔知第7场赛事嘅连赢位咧就过关咗啲热 Q 咧，阿浪飞多少少噶，咁啊大 Q 系褪嘅，大 Q 系雷公作搭奇珍啦，二搭12就6倍褪啦，去66蚊，个位置 Q 佢少少褪噶，26蚊就褪到28蚊，咁啊曾经被取代过添啊个大位置 Q， 咁因为有份3搭12逼得佢好近嘅，但系咧就佢都系浪飞嘅3搭12细边跑搭奇珍啦，78蚊落到76蚊，不过浪飞幅度好细啫，位置 Q 咧29蚊落28蚊就少少啦，不过曾经取代过2搭12嘅大位置 Q， 咁然之后2搭3啦，雷公作搭细边跑啦，78蚊褪咗上84蚊，呢份褪飞嘅，咁然之后咧就去到8搭12噶啦，平天下搭奇珍咧就13倍落12倍嘅，但系2搭8雷公作搭平天下咧就过关嘅时候都系12倍就冇变，再跟住3搭8细边跑搭平天下16倍落14倍，咁落飞幅度咧就大概去到15%过外嘅，咁再跟住2搭6咧雷公作搭环保动力咧19倍落18倍啦，